131號參賽者徐嘉美。點解我想用呢一個屬於自己嘅演唱會呢？係因為我敢唱咯。希望大家可以俾呢個機會我。我今日送俾大家嘅歌係《代理差至上你棒》。放縱心機去治愈舊傷悲，我喜歡上路認你，不管你力竭更疲，唇傷若有失約。双眼会放兵器，抱歉刺伤你，只好算欠运气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嘉美啦。啱啱唱的歌是《代理差至上你棒》，好好的感觉，未试过在一个这么大的商场入面唱歌咯。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啦。其实我自己很喜欢表演啦，无论是跳舞或者唱歌或者演戏都是很喜欢啦。咁由细个已经有这个表演欲咯，所以就希望各方面都尝试下咯。其實我覺得呢，其實音準那些都不是很重要啦，咁就我覺得感情和台風是最重要的。